结婚不只是两个人的结合，是上一代的问题全盘介入。你赚的每个崩啊，我仔都有功劳的。我受够了。是为了下一代拉锯冲突。不再逼我温书啦，真的好真读书啊。我从来都是为了个女好。我怕她未到大个就被你搞到癫了。一段婚姻要满足太多人，是幸福定折磨？为什么你可以这样对我？婚后事，2月26号晚9:30，翡翠台。